夜茶啊，角度换一个角度啊，换一个角度啊，翅膀分割下来啊，把这个鸵鸟翅膀分割下来啊，好，都是49一斤啊。现在我们有一头鸟已经把内脏，仅有的二指动物啊，两个爪子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厚厚的肉掌，这全是蹄下去的，全是蹄筋，筋头巴脑。然后这一块的话，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可以给主。